哎，欧但豪，是有，怎么样？哎呦，好帅呀、啊！来打个招呼吧。喝酒？没喝，吃火锅。现在你先聊嘛，聊吧。吃火锅，给手机就行了嘛。是这样，我媳妇儿。Hello， 你好帅，你好帅。少女心来了，你害羞什么呀？那个是这样，这个就是刚刚左立说他要当那个儿子的大干爹，然后他买了一个，我说花花和你没来嘛，我说那我来搞定就行了，你觉得呢？就是谁的孩子？我对孩子，来给你看一下肚子。哦，兄弟，我的天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对，就是对。我跟你说，你跟昨天你说这个椅子都不算什么，你以后你儿子以后篮球的教育、音乐教育、演戏教育都包给我跟张洋洋。但是，兄弟，你说的这些很有道理，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些一分钱都没花呀，一分钱没有花的。你说到底买啥？说清楚。真是太聪明了。什么？买啥呢？啥都没说。咋的，兄弟？你孩子以后缺啥跟我说。啊，我知道这个我不会客气的。把发票给我就行，找我报销。我还要发票？把发票抬头寄过来。好，挂了啊。挂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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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